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五非就是我的规避路线。元神是施政笔集完结活动攻略之金币小游戏元神 4.7。这边活动第五关，我们这边用这个万叶，它就是给的试用角色啊，你就直接吃就行。站底下按一下就能起来了，这边可以藏暗翼，跳得更高一点，御风而行。朔风起翼，这御风而行，往返自然。朔风起翼，克接着用踢技能，御风而行，克往返自然。不要紧，朔风起翼，往返自然，该出发了。好，这边已经够了，往返自然。朔风起翼，该出发了，御风而行，往返自然，御风而行，朔风起翼，好，这边完成。